竹林的嘛介绍，社头木箱的嘛拢介绍着，对吧吼？很欢喜吼，由咱哦中华安岁太子慈善功德会啊，今天来分衡哦做慈善的活动啊。这个活动呢，结合我们社区的表演，所以我们把慈善的活动跟社区来结合，让大家知道在一个地方的一个地方关怀，除了我们对弱势的关怀，社区的活力我们一样会把它带起来，让这样的一个活动能跟社区结合，然后让大家有一个。慈善的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展现。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次安岁太子慈善功德会过来分园乡这边的帮忙。然后我们感谢我们茄老村的村长简村长他的引介，让我们这一次慈善的活动能够圆满成功。